生日马上就要来了，想问问你去年的生日愿望实现了？我都忘了我去年许的是什么愿了，其实，我许的是什么愿来着？应该实现了吧？对，应该实现了。我希望它实现了。愿望不是休息。哦，是吗？那还没有实现，现在。今年还是休息。对对对。马上你的生日到，我们在片场给你提前过一个生日。来，我们要不要唱一支歌？谢谢。